高档宴会菜，成本只需8块钱。富贵白菜卷儿，得起取白菜叶，起锅烧水，加盐烧辣油，开锅下白菜叶，烫好过凉，沥干水分备用。37开的肉馅加姜葱、蛋清、盐，搅拌均匀，馅和好备用。白菜啊，给它休整一下，撒少许淀粉，最好程度的和肉馅粘连在一起，加和好的肉馅，卷好备用。白菜卷好，下蒸锅，煮火旺气10分钟，开水。下面需要调口，咱家里都有这个矿泉水瓶盖吧？咱呀，一瓶盖底儿的盐、糖。好，我教你一个勾芡的妙招，离火，下生粉。好，10分钟到了，蒸好码盘，加红椒丁。我呀，先替您尝尝，白菜清鲜，肉馅美美，真好。您的想吃嘛，告诉我，徐大厨嘛都有。